这里山海相拥，神奇浪漫，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圣贤之地。这里多姿多彩，独一无二，是一幅科技引领、拥抱梦想的创新画卷。在中国长江南岸，有一座千年古县，流传着神秘动人的汨罗河传说，承载着苗族文化发展的原始记忆，演绎着春秋末年的百家争鸣，闪耀着红色精神的光芒，阐释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自强不息。这里古老而又年轻，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产业宝地、创业高地、魅力新区，乘新时代的东风，向世界演绎聚力转型、民城新生的精彩故事。这是一座生态之城，凝聚了绿色崛起的磅礴力量。这里青山环抱，绿水荡漾，一景一物都让人怦然心动，流连忘返，沉醉在绿意盎然的画卷中。您可以贴近自然，夕阳洗肺，感受好地方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片多情的土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这里有雅乐，这里有书香，是文旅融合发展的腾飞地，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真诚地邀请大家和我们共赴一场诗与远方的盛会。我的家乡是物华天宝，神奇的宝库，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众多特色农产品，它各大之农，酸甜适口，色泽鲜艳。我是李亚丽，我推荐硬派苹果。我是杨丽良，我推荐红雅红椒。我推荐阎良甜瓜，我推荐梅州柚，攀枝花芒果，金川贡港蔬菜。一带一路倡议，它的核心就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来实现我们在全球的一些共同的发展。When you come to China, go to Lushan, to my city. Zhujiangling is Hakouan with authentic Chinese style. Where stand numerous well-preserved Jiangxi-style buildings of this kind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features.ですので、今東京だけじゃなくて、この大阪も日本を引っ張るような街に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まあ、中国も北京が首都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中国の皆様に実際に広島県に訪れていただきまして、日本らしい日本の体験を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ができる県になります。一座精致之城，一座温暖的城市，一座可以打包空气作为礼物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骄傲，这里是您
收获健康和快乐的洞天福地。这座属于春天的城市，愿与各界朋友一道，向着美好的未来逐梦起航。